10月24日下午，吴京爱妻谢楠在微博晒出一组带着妈妈和儿子无所谓外出游玩的照片，并称这一天过得既幸福又狼狈。这一天结束又幸福又狼狈，我烧的汤和饺子很丑，孩子抱着越来越重，但心很轻，轻到不来杯酒不行。谢楠微博中写道，照片中谢妈妈头戴着样帽，身着蓝色连衣裙，看着面前的花儿笑得十分开心。有女儿和外孙的陪伴，谢妈妈显得格外的开心。来镜头前的谢妈妈笑容灿烂，开心得不得了。谢楠还称儿子无所谓，现在抱着越来越重了，但是心却很轻，言语之间都是满满的母爱。照片中无所谓拉着绳子玩得不亦乐乎，照片中无所谓头戴印花棒球帽，身着白色 T 恤搭配牛仔裤，趴在围栏边，模样十分帅气。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才3岁的无所谓手臂竟然已经出现肌肉线条啦，看来吴京平时没少让儿子锻炼呀。谢楠还晒出了自己做的美食，网友看后纷纷留言，无所谓的手臂线条，我的天啊，没有京哥和楠姐，差评。京哥一家幸福，宝宝很可爱，比心。